一车腿，有后腿有肉腿，真有意思。我这可有我口福了，但我这不愿意回来，这个是。不愿意回来，这是两方面。接着用，来了我这好吃呗。对你的口是呗。朝下了呗。没人吃，来了一会儿再去再称。那再吃吃一会儿吃。我来这边。那正盼着呢啊。这鱼大。我没事吃吧，就炸吃吧，就是大份。你炸吃吧，姐。不对，你给我吃点。没有没有标准，就是吃啥大份吃吧。尝尝尝尝点手艺。嗯，可来了，来呗，来。要是要在爷爷奶奶吃上哈。咱们宝宝大了，行不行？嗯，吃完真吃回家，对吧？妈，你也吃。我吃。这鱼肠味可好了呀，还是那出去。嗯，有腥味儿的，要是做不好了，这鱼腥味儿可大。那是啥做的？像出点汤吧。哎，在奶奶会吃，汤拌着干，在奶奶。嗯，出点奶奶，出多少点？也不也比俺炖那鱼好吃，这汤那汁都好喝，就是那汤那汁都好喝，都那鱼。我这汤是吃不了老饱了，那样的，吃鱼奶奶的。不是，你那个是不香，那个味儿挺好。就是汤，哎，再比再吃。把汤奶喝干净就是。嗯，那鱼还是炖的挺嫩。嗯，先吃鱼奶奶。嗯。其实每个菜炒的都挺好。他这个就没敢吃了，好吃都这这人多，都说好吃了，下回还得有信心再到来。是好吃。月长我是两碗米面没有，吃不吃完了？挺好吃，下回。嗯。大好吃！他家用的汤汁白米白，这鱼就是好吃。快快下午让你买回来。啊，还不买，还不花钱儿，这都贵呀。不想说花钱了，只要你愿意吃，我都给你买。买了不愿意吃，花钱不愿意吃，那都啥？买花钱你愿意吃，我都高兴。我看你到。你不愿意吃吗？这么大一块，这么大一块。